啊，那么欢迎大家再次收看啊这期的啊那个啊，这次呢我们来到了这个 Team Fortress 2啊，也是 Steam 平台上一个啊免费的游戏啊。好啊，我现在啊这个啊有点小小的激动啊，这为什么呢啊？我们现在是啊在和我们的两个好基友在一个服务器里玩呢啊。好这个啊，哎大家看到啊这个啊，哎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啊。你看这个鱼啊，好像刚才被我敲的好像有一个 bug 出来了啊，是不是啊？好再次强调一下啊，这次是那个娱乐性解说的番外篇啊，也不算解说了，其实就是娱乐一下啊，也就是啊，哎不要跑三年，不要跑三年，不要跑三年啊，死了啊。好，我刚才那个啊说了几句话啊，他们那个啊那个一个那个小子就说了啊 Don't do this to me 啊，好非常的搞笑啊。好，这个服务器呢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是我在那个服务器里面找了一个空的服务器啊，里面是没有人的，哎呦我操，里面是没有人的啊，哎呦我勒个擦啊，里面是没有人的啊，然后呢我就随便加了几个好友在里面。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胖子啊，这个胖子哈、啊、被他的还有一个朋友给杀掉了啊。好大家看到这个是啊喷火兵啊，穿的是非常的装逼啊，非常的屌、啊、你怎么那么屌啊，啊你为什么那么屌啊，哎呦我操，我勒个擦啊，哦我操操操。好啊，这个火箭兵是对我是这种高移动速度的啊是没有什么用的啊。好啊，继续打哎跟我玩近战啊，好咱们跟他玩，哎一枪都没打到。好他说啊他说让我 fight with him 啊，那我就 fight with him 啊，好我来干你，哎呦我操没血了，哎呦我操没血了 oh shit 老子没血了啊，吃个血包啊。好大家注意啊，这个啊这期啊不是以啊那个专业的角度来讲解这个游戏啊，好我也没有认真的去打啊，大家看啊我现在一直是用这个鱼来敲来敲去啊，我只能就是打酱油啊，这期视频主要是娱乐一下啊，专门啊我那两个小基友啊小兔崽子啊说让我来录这个视频啊，那我就想来录一下啊。好被我干掉Are you invisible? The freaking car stops! The freaking car stops! 啊、no, 我们马上就胜利了啊，一打二，这个是一打二啊。好现在的情况是一打二啊，是非常的赢的是非常的顺利哈。这个观察者啊，好啊我已经得了31分了啊，我只杀了一次啊。那个我的那个啊朋友他是杀了比分是11分啊，然后延迟是80几啊，也是蛮高的一个延迟。What I do? Why you say I do? 我现在要跟他说啊 ，I'm recording the video now 啊啊，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正在录视频呢，我操。Привет, люди. What the fuck? 好。哎，他们家的咪的，他们家的咪的在说什么呀？我操啊！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Speak English, please. What the fuck? 啊，
他现在啊，现在不知道在语无伦次了，我操他啊！不，他我让他讲英语啊。啊，因为我现在在那个录视频，所以。哎我操，这个哎，大家看这个鱼啊，哎被我敲成这样，哎、太牛逼了！这个鱼真的能敲成这样吗？还是一个啊 ？BUG 吧，这个是 BUG 吧？我也不知道。What are you saying？Legendary did suicide. Suicide, please. 好。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跑，正式开始跑啊！我废话不多说，好吧，正式开始跑。好。The hell? I was stuck.啊，他说他那个啊，他那个卡机了啊，他卡机了，我操！啊，他卡机了啊！我们现在看到他在这，哎，他在这，他出来了。好，他应该是这个门，哎，应该是这门。好，我操！啊，他现在都从这个门出来了。我操！我操！Oh, 啊，他那个啊，哎，一发榴弹就把我给干啊，这个是非常啊，估计是出暴击的。啊，这次我正要正式开始搞起了，搞起啊！啊，大家注意啊，我选的这个是侦察兵，所以他的血量是非常的少啊，大概只有125滴血啊。所以啊，如果一个暴击的话，你这个侦察兵所以基本上就是、挂定啊。所以呢，啊，所以这个侦察兵啊，如果大家要当侦察兵的话，还是要保持高速度的移动啊，也就是啊，不断的这样跑来跑去，不断的这样跑来跑去。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啊，他向我进攻了啊，非常的嚣张，非常嚣张。哎，我操 ！I got you！ 你妹啊！接你妹啊！我操 ！I got you twice！ 哪里 twice 啊！我操！哪里 twice 啊！哎，啊，我跟他说啊 ，Where twice？ 啊，好。啊、我才不管什么 twice 什么不 twice 啊！他说他啊干了我两次，哎，就两次算什么？哎，他整个人都是被我干出来的，哎，啊，出来，不敢出来了啊！啊，吓得不敢出来了啊！少年出来！我操 ！Fight your knife！ 啊，出来！出来，少年！哎，就吓得不敢出来了。耶！出来！哦西！啊，他那个啊，拿那个双管榴弹发射器啊，好、啊，这个双管榴弹发射器是那个伤害加成的，但虽然啊，他碰到那个物体表面的话是啊不会反弹的，这点是不是很好啊？啊，他那个打那种固定目标，比如打那个哨炮塔啊什么的那种啊补给器啊，它这个是蛮有优势的啊，相比较一般的只有四发那个榴弹发射器是比较好的。好，我们现在看啊，啊，出来，哎，出来 ！Oh shit！ 哎，他现在都啊，被我搞得都不想出来啊，这个啊，可见我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啊，多么的牛逼 ！What did you say？ What did you say？ 啊，好，我先跟他说啊。Knife. Yes, no guns, please. I'm coming. Okay,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problem. 好，跟他说 no problem. Right now. 好，我现在跟。Hey, he broke the rules.我现在跟啊，他刚才跟啊，他刚才跟我说啊，不要用武器。
啊，不要用武器啊，不要用那个手枪啊什么的，用刀战哈。Guys, your cards is going back. What? Your card is going back. No. No using gun, right? No. Knife only? Yes. And sentries included. Yes. No sentry. Knife only, right? Jesus, my voice sucks. yeah, your voice sucks, you know? Disgusting. Ah. 他说他的矮和他的声音是非常的二。我擦。Hey, you say no gun, man. Why you use your gun? What?No gun. Yeah, why are you using it? I thought you were legendary. No. Okay, no gun. I'm standing in the door right now. 啊，他刚才那个啊，他以为我没有。No gun. 他以为我没有用那个啊。Come with me. 好，我来了。哎，操！哎，没干到。Oh man. Shit. Come with me.哎呀，我刚才没打到他啊，他是非常的嚣张啊，他现在啊，从我是经历过的啊，那他从一个菜鸟成长成了那种啊高手，看到没有，嚣不嚣张啊？嚣不嚣张啊？让你嚣逼，我操！我操啊！他现在是非常牛逼啊！我不准备切换成这个 Demo Man 啊，我不想切换成那个爆破手啊，所以我只想用这个啊。这个条鱼啊，作为一个侦察兵，把他给杀掉啊！这是作为啊，作为他给他也改命啊，藐视他，对不对？有没有？打掉一下，好，我们再来一下，好，两下，再来一下，三下，好，4下，成功干掉，好啊，非常的爽。啊，真的是非常的爽！啊，是非常的爽，非常的爽。啊，真的是非常的爽啊！好，成功的把他给啊，击杀！Shit！ 啊，我不知道他要打我。Why don't you fight? Come with me, bro. Ah, 是啊，我给他杀的啊，我知道我血不多了啊。Here. 好，这个啊。他被别人击杀了啊！他这个他也邀请了他的一个朋友，他啊已经进服务器搞啊，进房间搞啊，搞基啊搞你妈！啊，我们是成功占领了啊！哎，这个逃跑，哎呀，这个啊，逃跑样子非常的好，我操！好，那么他们这个啊要换服务器了啊，好，我们接着搞啊，下一个他那个服务器啊过了一会儿时间，他就会自己切换地图啊，Thunder Mountain 啊，这个是非常的好啊，这张地图不错的，我个人认为啊，蛮有挑战性的啊，它是这个这张地图比较崎岖，不是很宽广啊。好，我们现在先选择啊一个队伍啊，选择蓝队啊。大家注意这个 Team Fortresses 2里面，它有分蓝队和红队啊。蓝队呢主要是啊进攻为主的，啊蓝队啊都是进攻的。然后呢就是推这个啊炸弹车啊，然后红队呢就是。防守这个炸弹车到那里，好，现在是啊，哎呦，他们两个啊，搞到了一块了，好，那么咱们就开始虐吧，虐尸吧，我操，好，咱们开始虐，啊，那个叫什么 Legendary Guy 啊。啊，这个 legendary guy 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传奇，
传奇英雄吧，哎，这个 game 就是啊，不对呀、啊，不是 gay 是 gay 呀、啊，哎呀呀呀呀 ，gay 呀、啊，哎，搞什么呀？我以为是 gay 嘞，原来是个 gay 啊！你说明这个是传奇的基友啊，啊，传奇性的基佬，对不对？有没有传奇性啊？这个能赋予传奇性头衔的啊，绝对是不一般的人啊，不一般，不是一般的基佬啊，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好。啊，他和那个叫什么花啊，我朋友搞在一块了啊！啊，他们是好基友啊，好基友。啊，我的ping也不算太高。好，我准备不用侦察兵啊，我发觉侦察兵啊，血太薄啊，搞起来不爽，要搞，当然要喷火兵搞，是不是啊？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啊，喷火兵搞起来最爽了。哎，那烧在人身上，哎，哗哗哗，叮叮叮的响，哎，那听着就爽，有没有？哎，肯定是有的吧？啊，好、啊，哎，射你妈的射，嗯，还要往这里射榴弹。哎呀，他们没想到还是在玩近战啊，还是在玩那个近战武器啊，我这点没有想到啊，我以为他们还在玩那个，那、啊、我以为他们现在还在玩那个。啊、好，成功击杀，成功击杀 ，Legendary Gay 啊，这个叫 Legendary Gay， 成功击杀。啊，大家注意啊，这我们现在玩的是近战模式啊，所以这个喷火器是用不到的。第一啊，啊，我以为刚才他们还在啊，他们要玩那个啊。没想到他们是在玩近战啊，我失误了，所以还是选错了这个职业啊。其实我应该要，如果哎让我玩近战啊，就像那个 CP 啊，那个那张地图 CP Dead Good Keep 啊，就是那个中世纪模式哎，那我是啊，每次都是前三名啊，是不是？每次都是前三名，就是啊，让我玩近战啊。啊、我哎，当那个叫什么 Demon Man 啊，就是那个爆破手啊，去虐他们。哎，他们怎么用武器了呀？他们怎么用武器了？啊，这是什么情况？他们不是说、没有武器了吗？好，射，好，成功干掉。好，烧，好，成功击杀，成功击杀。嗯 ，go。好，我准备换队啊，我要跟他们一队。啊，我们一道来搞，我们一道来搞。哎，我换队了，我们一道来搞。好。啊，我现在不准备啊，按 B 键跟他们对话啊，因为这个有别人进来了，所以我就不按 B 键了啊，他们也没按 B 键，是不是？对。哦，好，那、啊、现在正式搞起啊，他们两个啊，好基友啊，我们三个好基友都是哎，都是个喷火兵啊，清一色的喷火兵啊，喷火兵，好啊，说明我们是非常的啊，非常的好啊。我们啊，连选职业都选一模一样，哎，好，哎，基阶搞到这种程度啊，也算是一种啊，也算是一种福气啊。好，把它踹下去，把它踹下去。哎呀，这么好的机会，应该把它踹下去啊，有没有？真是，下面就是悬崖，这样踹下去啊，喷火兵啊，右键一吹啊，基本上就挂了。啊，让他给溜进去啊。啊，不过没关系啊，基本上就是挂定啊。烧，哦，烧死啊，烧死啊啊，跟我屌啊，屌得过吗？啊，你屌不过的啊，喷火兵啊，在喷火兵啊，跟喷火兵近身，基本上都是死定了啊，死定了。好啊，我做个嘲讽动作啊，哎，他跟着我一道做嘲讽动作。哎呦我操！出过来！哎，他出过来！哎，找死啊！啊，我估计他们下一个肯定要切换成那个机枪手啊，
因为对付这种喷火兵的话还是要切换成机枪手啊。那好，哎，还居然还用，还用，哎，哎，居然还用，哎，又死了吧？啊，没死啊，啊，他及时找到了医疗包啊。好，哎，我们现在是屠队啊！哎呀，把他们两个人给虐成这样，屠队呀、啊！哎，有个人死了，哎呀，我朋友怎么死了呀？啊啊，我那个好基友死掉了啊！死掉不管，哎，不管，继续虐，哎，照虐。啊，他移动速度比我快啊！他仗着移动速度比我快啊，溜过去。啊啊，哎，他要去突射。啊，我没血了，我快没血了。哦 ，shit！ 啊，快没血。哎，烧烧烧！哎，啊，只要点着了就好。点着就 OK 了，他找到血包了。哎，还有个人呢，还有个人呢。哎，怎么现在只有一个人啊？怎么现在只有啊？怎么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啊？啊，一个侦察兵可打不好。哎，这个好奇啊，我好奇又被干掉了。对，哎，说明他的那个枪战啊，他还是没有练到啊，练得很好啊。他的那个近战啊。因为他现在他那个主要比较喜欢玩那个中世纪模式啊，所以他打近战还是蛮牛逼的啊，拿什么近战武器啊、斧子啊什么的啊，是蛮牛逼的。他拿枪啊，那是啊，没法跟别人比的啊，就连他那个刚才那个啊那个侦察兵也是比不了的哟。好，好，哎，拿医生。拿医生有毛用？医生有毛用啊？有没有毛用？没用的，医生是没有用的，知道不？出来，哎，出来，出来，哎，出来！哎呦我操！哎呀，还是啊，还是被干掉了。偷袭猛烈啊，我觉得这个是不错，这把喷火器不错啊，它那个从背后攻击是产生暴击的啊。好，我们继续。我估计他们这两个人也是啊，做不了什么东西啊。他还在，哎，你不能把这个炮台建在这里啊，哎，这个人家狙击手一枪就把你爆了头，哎，知道吧？不要建在这里，哎，还建，哎，真是傻。那傻的不行啊！算了算了，我决定啊，就待在这里保护他。哎，为什么呢？哎，他这个啊，哎，你还有死了吧？哎，我就说吧，你站这里不是给狙击上爆头吗？啊？哎呀，我还没等我保护呢，你就挂，太不给力了啊！真是太不给力了。好。大家注意啊，这个当工程师千万不要把炮台啊什么还造在这种啊比较开阔的地方啊。啊，这张地图的话啊，你一定要建在这里啊，这里放一个那个重生啊那个传送装置啊，然后这里放那个炮台，这里放一个那个补给器啊，这样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搭配啊，这张地图啊。好，准备烧，准备烧，准备烧，烧烧烧烧烧烧，好，烧死。好，直接啊干掉一个胖子啊，这个胖子还是非常的纯真啊，他居然没有看他的头顶上，没想到我就在他头顶。哎，啊，哎，你怎么切换队了呀？哎，少年，你怎么切换队了呀？Why you change your team, man? Ultra balance. Oh, okay, okay, okay. I got it. Okay, okay. 啊，他那个平衡到啊，啊，这个不是啊，不是我的原因啊，这也不是他的原因啊，这个是他平衡到了那个队呀、啊。我们刚才把那两个人给虐出服了，把那个两啊，也就是说啊，把刚才那两个人虐出服气了啊。好。啊，那两个人啊，愤然的退出了服务器。好，啊，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哎，工程师呢？哎，出来！哎，哎，烧！哦，好，死了！好，再见了，永别的世界啊！啊，不是，再见了，残酷的世界啊！好，要死了呀，要死了！我操！啊，叫什么 ？Ain't it fun too 啊 ？Ain't it fun too 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搞不搞笑吗？搞不搞笑啊？这他喵什么 ID 呀、啊？这么贱！哎，啊，我还准备当喷火兵，这个喷火兵，当了喷火兵，没人敢进得了我身啊，有没有？哎，还敢进我身？你找死啊！找死！我操！你又来凑人了啊！你也找死啊！我的好基友他找死来了，我操！啊，我准备当那个啊，我准备当这个 scout 了，准备当侦察兵，啊！你将作为侦察兵出现。啊，我这个啊，侦察兵就仗着那个啊，速度快。操翻全世界！好，来复控。我操，两个人！我操，两个人啊！哎呀，要死了，要死了呀！哎，我队友呢？哎，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呀 ，Legendary Guy 啊？啊 ，Legendary Guy 啊，你站在这干什么？哎呦，我要死了呀！哎，我们队要输了，我们队是吧？我们队是输掉了。好，我准备躲在这儿，啊，他没有杀我，也是非常的啊，非常的给力，他没有杀我。好，这下我现在我准备啊，我准备搞一个啊，非啊这如果我当啊。那我就搞一个那个哨塔在那儿啊，他们绝对过不来嘞。好，造在哪里呢？啊 ，Yeah, I'm recording now。啊，我先造个补给器在这里。好，再造个炮塔在这里。好 ，OK。啊，搞起，走起，哎，走起，快点，啊，快点。马上还有四十秒啊！哎，大家注意，还有四十秒啊！好，现在玩家啊多了三位啊，多了三位少年，这武器搞定啊！好，啊，我当工程师啊，哎，那是很牛逼的啊！我造的那个炮塔，哎，没有人进得了。现在啊，大家注意这个位置啊，那个叫什么？啊，这张地图上面啊，这里一个位置是非常好要那个牛逼的一个地方啊！大家一定要造那个炮海，把它造在这里啊，然后重生器啊什么的啊！啊，因为刚才那个人不多啊，服务器人不多，所以我就没有准备放那个重生的那个传送装置啊。现在啊，人多了。我觉得应该要有必要要放下，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呢啊也没办法了啊，只能这样，先搞了再说吧。好啊，好，成功干掉啊，这造在这里没人敢过来啊，啊，除非那个啊。好，又干掉一个。好，其实我的队友还是蛮给力的啊，他们知道我这有个补给器啊，一个补给站啊，啊，还是蛮给力的。好，哎，给我冲啊！哎呀，我这个补给器又造在这，你倒是给我冲啊！啊，有没有？啊，哎，不要啊！不要让那个点过了啊！
千万不要让那个车过那儿啊，否则你这个啊时间要延长了啊。好，大家注意啊，现在有间谍来了，现在有间谍来了。啊，这个间谍啊，这个其实也蛮好辨认的啊，你只要啊在这里不断打啊，见人来就打，见人来就打啊，保证没问题啊，但是也不确定有没有什么隐身的 啊有没有隐身的那种间谍啊什么的，这件事非常小心啊。这个就是间谍啊，你看，哎，我就说吧，啊，这肯定是间谍。好，叫什么 Deadpool 啊，这个人叫这位少年啊，这位少年大家看啊，叫什么 Deadpool 啊，当心间谍啊，那是当然。我都无聊到爆了呀，都没人来给我送人头啊。哎，你们说我要不要换队呀，啊都没有人敢过来啊，啊真是。哎，来了。好，现在哎，给我打。打。我操。要死了。这个蛮贱的啊，这个 Deadpool 蛮贱的啊。啊，他知道我有个补给器造的。好，还是干掉，还是被我干掉了。还是被我成功击杀啊。啊，这个不是间谍。好。好，现在我准备移动位置。好，这个胖子还是蛮好。我在转移阵地啊，有没有啊，我在转移阵地啊，千万不要啊，在我转移阵地的时候干我，切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道德啊，我在转移阵地啊，大家看看啊，这里啊，我转移到这个地方之后，我就随时都可以啊补充到那个血包，还有那个他那个啊弹药包啊，这个可以给我加精彩，非常啊，这个炮台还是蛮给力的啊。哎，有一个蓝星子啊，这个蓝星子就说明有人在瞄准我了啊，这个不是间谍啊，看来我多心了啊。但是你当这个工程师啊，你一定要那个啊注意，一定要小心为妙，小心为妙啊。好，好，那我们这局搞完就结束了，还有大概五分多钟啊，这局搞完我们就结束了。哎，过来，索尼们不给力啊！来，都给我过来啊，索尼们！哎，不给力嘛。给点力啊，索尼们！啊，前面有布哨啊，前面有布哨。哎，怎么现在人那么多？早知道我就造一个那个啊，造一个那个传送装置在那儿了呀！哎，啊，我害了大家啊，我害了这个队啊！啊，他想这样把我干掉啊，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样想把我干掉没那么容易的啊。有这么容易把我干掉吗？哎，逃了吧。哎，我让你逃，让你逃。哎，再来。哎，我有的是时间跟你逃，你是打不掉我的。我他娘的有补给器呢！哎，干掉了吧。哎，不要！我操！哎呀，我的队友不给力呀！哎，啊，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我的错啊，这是我的队友非常的不给力啊，非常的不给力。哎，让我情何以堪呢，对吧？哎，啊，我造了一个这么好的啊，
炮台在这儿，他们应该要防守嘛，哎，他们应该尽情的防守在这里，对不对？嗯，好，换成啊火箭兵，火箭兵，嗯，火箭兵对我啊，我觉得啊，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兵种，啊，杀伤力比较大。其实我个人最擅长的还是那个 Demo Man， 就是那个爆破手啊，我最擅长的啊，在那个刀战模式啊，中世纪模式啊，我也是这个拿这个 Demo Man 啊，拿到过大概100多分的击杀啊，啊，一局里面杀了100多个人啊，Mission begins in 10 seconds. 5, 4, 3, 2.我好，还差不多啊。哦，好，还是。嗯，爽。好像有间谍啊，啊，有人当间谍。哎呀，哎呀，哎呀，烧我，烧我，哎，我死了呀！啊，好。啊，有个医疗包就是又吃就是爽。好。哎呦，我操，没血了呀！哎，没血了啊！啊，轰轰轰轰死他！好。啊，把我那个好基友给干掉了，一炮解决。Oh shit！ 啊，我是被干掉了啊。好，那么啊，那么我现在也啊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好玩的东西啊。我们这期视频啊就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